王凯杰今天一开始犯规麻烦，三分球，光是手长的高度就很难可以到他手上了。是，凯杰拍了一下，还是投进了三分，拿到球，赶快走掉 Miller。哇呀，这洪凯杰也是神偷大盗。哦，现在回到一个球权的差距了。这几1.9秒被对方直接传到前场，所以比赛就结束了。90-87，最后勇士队呢就是克服了上半场26分落后，演出了 Plusley 史上最大的逆转。